里面，我发觉有时如果我自己看不起自己呢，就没人看得起自己的了。我发现呢，就是原来当自己能够做好一件事的时候呢，自己的份满足感呢就成为信心了。以后呢，我就用这种这样的自强不息刻苦的精神呢，是去加上创新。我自己认为人生就好像跑7000公尺这样，是要留前斗后的，就好像龟兔赛跑这样。我们要认清方向，人生一定要有方向，但有时我们可以没有方案，方案可以是有 ABC 很多个。当我们选定方案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用毅力一步一步地走过去，有一天我们都会好像龟一样，是会到达目的地的。